猎狐大哥，你不能死啊！猎狐大哥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我带你去见我的师父，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活你的。啊，猎狐大哥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猎狐大哥，猎狐大哥，尸身找到吧，菩萨，我的心好乱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。我抱着令狐大哥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十分的平静，甚至还有一点的喜欢。我真想一辈子抱着令狐大哥，在一个人也没有的大道上一直的走下去。哦，真该死，我不该这么想。师父不许，菩萨不容，这是邪念，我该不是着了魔吧？可是不管怎么讲，还求菩萨保佑我，保佑我把令狐大哥找到。情节算